Nana 专长是打拳，今日佢就教大家用打拳动作减肥修身。好、哦，诶，饮水中场休息 ，yes。当然不是啦，我哋一间减巴带肉都是靠佢噶啦。佢教大家，如果屋企冇哑铃，可以用支装水代替，伸直手臂，上下摇动手臂，紧记膊头唔好缩起、哦。我下一个动作咧就会系出拳动作，咁呢个动作咧可以帮助到我哋手巴带肉啦、鬼书肉啦，同埋你我哋腰间侧边呢嚿 core 肌肉嘅。OK， 咁首先两只手一定要摆喺膊头上面啦。咁伸直嘅手出拳嘅时候扭个膊头，你要感觉到你个背脊要拧咗出去嘅。好，翻嚟。再下一式就系顶膝啦，提膝向前，收紧屁股，收紧腹部同埋脚趾。依、这个动作既可以收腹，又可以收紧大腿线条。跟住就系踢腿，系一个有效收减腰侧赘肉嘅动作。个只手平衡嘅，个髋要有力，扭控制个人一。成个伸出晒，直咗去收腹，千祈唔好掉。